这是离婚协议，赶紧给我签字。孙谦，你不能跟我离婚，你不为别的，想想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哼，你肚子里怀的不就是个闺女吗？赔钱货。哪像我们月月肚子怀的可是我宝贝金孙儿，你赶紧的给我宝贝金孙儿腾地方。孙天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呀。我的孩子。这下好了，我看你怎么威胁我。赶紧签字。像是每个人都住在电话里，有人不常联系，有人死。你干什么？有空放吗你？秦总，吩咐下去，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再看到他，这样会不会太狠了？狠的，更狠的还在后面。